我送快递，有神好奖励。赵小姐，您的快递到了。来了。快递吗？这么快吗？给我签收吧。为了任务，忍一忍，忍一忍。怎么了？快给我呀。你要干什么？别乱来啊，我要报警了。赵小姐，对不起，我没想吓到你。这双眼睛仿佛有魔力一般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成功激活神豪奖励系统。快，快递接收完毕，感谢配合，祝你生活愉快。我刚刚是怎么了？还好跑得快。不然魅功体质完全发挥出来就更麻烦了。接下来。哇啊，恭喜宿主成功觉醒送快递有神豪奖励系统。系统，你之前说只要我开启系统就能成功摆脱魅功体质，是真的吗？没错，只要宿主积极完成任务就能获得相应的系统点数。那是做什么的？可以在商城购买小道具，当然也可以改变人的体质。宿主现在有100点。哦，让我看看买什么道具。这个眼睛好啊，有了它就能降低我的魅力影响了。欢迎宿主下次光临。真的有用吧？你可别骗我，系统。那当然，我们店可是绝对正品，假一赔十。只不过什么？只不过时效只有一星期呢。退货，把我的点阵吐出来。道具已经出售，再不退货。但是宿主可以过任务赚取点阵，为眼睛无限续时。做的任务越难，系统点券越多，一点有500到1000点，系统点的数量跟完成任务后对社会正面影响程度成正比，一般每次是100点系统点，宿主可以用系统点消除魅功体质。那需要多少系统点啊？不多，100万而已。100万。宿主，你在干嘛？是听到100万后打击太大了吗？哼，我在找卸载按钮，我要把你这个没用的玩意卸载。亲，系统已经绑定，是不能卸载的哦。而且消极对待系统任务是会有惩罚的呢。不仅没用，还是个流氓软件呢。别这么灰心嘛，选择你与我相遇，绝对不是为了坑你的点数。我们慢慢积累，总有一天我们能成功消除诅咒的。总有一天，如果没有呢？长得真俊啊，做我老伴儿吧，我死去的爱情又燃烧起来了，和我来一场轰轰烈烈的黄昏恋吧。 No， 80年魅功加成体质也太可怕了。咱送快递有神豪奖励系统，除了奖励相应的点数外，还有其他奖励哦。真的假的？刚刚宿主完成了撩妹的新手任务，奖励已经送到楼下了，请宿主一步接收。多俊的小伙子呀，怎么是个傻子呢？工作压力太大了吧，居然对着空气说话。哇塞，这不是最新限量款的兰博基尼吗？他怎么会在这儿啊？这一台就要3000万了呀，有价无市啊，到底是哪个神豪的？姐妹们，我摸到兰博基尼了。喂，送快递的，离远一点，这车也是你能碰的，不要挡我拍照。这车是他的，一个送快递的。这兰博基尼开着也就那么回事儿。100万的点数，我得送快递送到哪辈子呀？
此难度完全按照宿主的品质决定，宿主毕业于名牌大学，学习成绩名列前茅，学生时代一直是远近闻名的校草，还是篮球队主力，完全的主角模板，100万系统点已经是简单难度了。去你大爷的简单难度！我当校草还不是那个该死的魅功体质害的，我只想做个普通人呐、100万就100万吧，快给我布置任务。没有任务哦。什么？必须要有人深陷困境，渴望他人救赎，或者有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不正义事件发生，才会触发任务哦。让我做任务的是你，不给我发任务的也是你，玩我是吧？警告！警告！苏宁，快开门！我知道你回来了。来了来了，张婶，您怎么来了？房租你还想拖多久啊？上次和你说的相亲的事情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你若是肯去的话，房租我还可以宽限你几天。要不是我已经人老珠黄，孙子都快有了，我真想保养。行行行，别说了，我去还不行吗？妈，我来这里相亲，你就不要跟着我来了。这可不行，万一你被别人骗了怎么办？长得帅的男人最喜欢骗你这种小姑娘了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妈，他不会就是张婶介绍的人吧？兄弟，好久不见。呵，吓死我了。以后我孙儿如果长不出头发，我可不能接受。哼，我看您比我还跳，干脆让我单身一辈子好了。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？话说相亲还迟到，张婶介绍这人也太不靠谱了吧。你们好、我是张婶介绍来的。我叫苏宁，路上有点堵车，来晚了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是给我送快递的那个男生。哎，你好，我叫赵可儿。您好，您的咖啡请慢用。我们家可儿比较内敛，我替她问几个问题可以吗？当然，阿姨您随便问，我如实回答。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？月薪多少？妈，你干嘛一上来就问这个呀？我是送快递的，如果业绩好的话月薪6-7千，业绩不好的话就5-6千的样子。好你个张秋芬，给我女儿介绍个送快递的。好吧，看你这样也不像是骗我，不过1个月6千，别说房车都买不起吧。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的女儿从小锦衣玉食，她喜欢旅游，还从来不穿杂牌衣服。说实话，像你这种地位低下的人当我们家佣人都不配。我看你就是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废物。地位低下就该被蔑视，就该被践踏。系统，你说这样的人，他的存在也是对社会的一种不良影响吧？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教他做人？你想干什么？嘟嘟囔囔什么呢？不服气是吗？好，我来让你认清现实。你就是个连车都没有的穷光蛋，一个送快递的，根本配不上我女儿。奥迪 A4 见过吗？哼！妈，你这是干嘛呀？真不凑巧，车这种东西我正好有一辆，请看。阿姨这么懂车，这辆车应该不陌生吧？这是兰博基尼。不对，冷静，这小子若真有钱肯定早就显露出来了。难不成，哼，我看你这车是租的吧？真是有劳你了，为了相亲这么用心，差点被你骗了。哼，您说是就是吧，既然闹得那么不愉快，我也没解释的必要了。切，穷鬼还想骗婚，臭不要脸，我呸！检测到不公平现象，诽谤，颁发随机任务，展示银行余额，打脸赵梅花，奖励系统点500。喂，有没有搞错？展示账户余额，我手机就剩50不到，房租都交不起啊！这是让我给人笑话。放心，已经根据地球的物价水平给宿主提供了金额。放心展示，肯定能给对方造成巨大的精神冲击。精神冲击？那就勉为其难地展示一下吧。唉，这个世界上总有些狗眼看人低的人，对付这种人只能用实力说话了。看到了吗？以我的财力需要租车吗？1位数、2位数，是10位数，10个亿。对呀、就是10个亿。我靠，系统你也太夸张了。小钱小钱而已，行了，
我和你没什么话要说了，告辞。哎，别走呀，小伙子。其实阿姨我啊，还单身哟。已经结束了，别爱我，没结果，再也不见，快溜快溜。我的金龟婿。速度完成任务，给予赵梅花精神冲击，奖励系统点500。我说系统，你直接给10亿也太离谱了吧。听说10亿也就是个小目标呀。系统，你上主人是不是姓王啊？警告，突发任务，检测到帝豪小区有美少女即将被迫害。快递任务介绍，帝豪小区知名主播团团此刻正遭受到来自主播平台高层的潜规则，任务紧急，请宿主尽快前往。若任务失败，将没收所有点数，且现有资产变为负值。什么 ？Hello， 欢迎来到团团的直播间。团团又来给大家直播啦！今天先来打几把绝境求生，大家点点关注，送送彩虹吧，升升粉丝牌哦！啊，感谢我很有钱送给团团10个火箭，成功提升了热度。老板要上车玩游戏吗？还有位置哦。哼，没有钱搞不定的女人。什么？谢谢平平无奇快递员老板送的100个黄金超火，全体起立，感谢大哥。哇、哦，这是哪个神豪啊？这 ID 没见过。10个火箭也好意思上车打游戏？呵呵，什么土豪，刷10个火箭也敢说自己很有钱？我宣布，快递老板给团团锁死了。这人谁啊？做对是吧？等一下我直接给你封号。要潜规则团团的就是这个 ID 叫我很有钱的人吗？嗯嗯，就是他。虽说要打那个人的脸，但是100个黄金超火会不会太招摇了？这可是100万呐、啊！哎，不过算了，反正花的是任务经费，系统给我报销，不花白不花。您好，您的快递到了，这应该就是团团住的地方。门没锁，什么情况？难道那个什么我很有钱的变态闯进去了？住手！放开那个女孩！快递员老板送了礼物就不说话了，那我们先开一把吧。原来还在直播，没听到，没有危险就好。让他签收之后，任务应该也就完成了吧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女主播团团对吧？又是哪个粉丝的骚扰电话？不是，你找错人了，我挂了。你敢挂，我就把你的所有信息都报出去，包括你的电话号码、家庭住址，哦对了，还有你老母亲住院的地址。你找错人了，我真的不是。豆沙直播游戏主播团团直播为了母亲治病，家住帝豪小区，多余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吧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想怎么样？呵呵，老子被你的什么快递员粉丝狠狠打了脸，总得让我找回点场子吧。直播绝境求生和我 PK， 3局2胜制，输了的话晚上来陪我呀。若是你这个颜值游戏主播有本事赢，我可以大发慈悲，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你就是那个我很有钱，你这是犯罪，我要报警。我明说了，我是豆沙高管，我不仅能封了你的直播间，我还能让你的工资提不出来，看你怎么给你母亲治病。看谁拖得起哦。去报警吧，去吧。这个赌约谁？让我来，我送快递。
有神豪奖励。这个赌约让我来。啊，你是谁啊？怎么进来了？我不是坏人，只是送快递的。刚才喊你，你没答应就进来了。送快递的还会撬锁？少骗人了。大姐，是你家门没关呢。啊啊啊！这么一说，好像是忘记关门了。那你不能随便进女生房间呀、还有，你叫谁大姐？好好好，我的错，快递给你放这儿了啊，你记得签收。什么嘛，和直播里的性格完全不一样啊。知道我是谁？是跟踪狂。我只是不小心听见你打电话呀，你放心，我一个字都不会说出去的。敢泄露一个字，我就阉了你，现在赶紧滚。哎呀，好痛啊。那个赌约你打算怎么办？怎么你也想来威胁我？我是你的粉丝，只是想帮你。我以前还在绝境求生 4FW 里打过职业联赛呢。检测到宿主正在吹牛。你打过职业？那现在怎么送快递了？退役了嘛，现在直播不好做，就去送快递了。我平时最见不得这种欺负女生的行为。你真的能帮我吗？规则也没说不能找外援啊。放心吧，有我在一定能打爆他。可是你没有电脑啊。这个不用担心。你送快递还带了笔记本，设备还挺齐全的。毕竟职业选手嘛，就像刀客刀不离身一样。好了好了，时间不多了，上机。好的。系统，全靠你了。让各位久等了，刚才接了个很重要的电话，接下来我们有个特别活动哦。电话？什么电话？坏了，我的团团，我的团团，呵呵，肯定是快递员老板吧？我们的团团要被豪神包养了，苦死！我答应了一位热心网友，在绝境求生里进行 PK， 三局两胜。这家伙怎么也录进来了？团团要被虐喽！兄弟们，想看团团哭吗？哈哈哈，等着被虐喽！摄像头那边是不是还坐着一个人了？这个人谁了？到底是谁啊？他是我的朋友，来一起参赛的。嗨，好像穿的是快递员的衣服。不会是那个平平无奇的快递员老板吧？团团，你有男朋友来了？不要啊！才不是男朋友呢。好了，比赛快开始了，我要创建房间了。该死的，他居然还找了帮手。谁说你能有队友了？哎，一对一多没意思啊！哎，你也可以找队友啊，多人运动才有看头吧？不会你只敢打稳赢的局吧？输不起、啊。有姓什么？老子最不怕你这种人了。哼，看谁玩得过谁。风龙，这不是职业哥吧？这打个屁呀、啊！去年冠军不就是风龙一个在 C 吗？这下玩完了，团团威。哼，这下看你们拿什么跟我玩。哼，我送快递有神豪奖励。你确定你没问题吗？你要是赢了，你私闯民宅的事我就不追究了。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怎么办呢？对面有职业哥的。系统啊，你可不能坑我，因为我已经吹出去了。检测到宿主需求，是否花费500点数兑换绝境求生职业玩家技能？这么贵，我上个任务白做了。不行，惹的孩子套不着狼。兑换。兑换成功。
眼铁笨蛋，你枪呢？就只捡了个头盔啊，还是猫猫耳的。人家刚落地嘛。你都好，看我的。我是蛇皮走位。赶紧包吧。哇，你居然这么厉害。那是当然。怎么了？你拿着的奶茶是我喝过的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啦，我不介意的。哇哇哇，不愧是风罗啊，简直是一场屠杀，职业哥就是职业哥。只剩两队了，这场比赛我赢定了，居然还敢找外援反抗我，等晚上我要让你哭着求我。没想这么快就决赛圈了，要冷静，团团你可以的。小心，在后面！不愧是职业选手，不过多亏了团团，知道了他们的位置。团团倒了，团团太难了，心疼我家团团。团团不，团团这么可爱，为什么要杀团团？别担心，有我在。只剩那小子了。把头露出去很危险哦，怕什么？我们迎宾。小子够胆，风龙干掉他，我马上给你挂一个月的首页推荐。您瞧好吧。你输了，职业选手。喂喂，那你说不清啊。我这打职业时也没碰到过这么猛的人啊，莫非是隐藏的民间大神？可恶，女人，别以为你赢了我就会放过你，给我等着。我送快递，有神好奖励。可恶，女人，别以为你赢了我就会放过你，给我等着。不，团团，我不能接受。等等，团团怎么跟老板抱在一起了？这是什么情况？没有了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，对吧？这川剧变脸比翻书还快。大家好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。我操，这也太帅了吧。我去，这不会真的是团团男朋友吧？大家，今天的直播暂时就到这里了，团团有点事，可能稍晚再过来开播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大家拜拜。这就要下了吗？这才几点啊？怎么办？方林打电话过来了。没事，接吧，我在这呢。喂。别以为你赢了，这只是一场游戏，我可是斗杀的高管，立刻马上来酒店找我，否则你的直播生涯也就别想了。你要是敢不来，我就锁你人气，关你推荐位，冻结你的工资，让你永远在直播分区的最后一页。你想打压就打压吧，我不怕你，我有喜欢我的粉丝还有朋友的支持，就算被打压我也会把直播做好，成为能给大家带来快乐的主播。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。没事，没想到他这样威胁你，你都顶得住。哼，还以为谁能吃他那一套吗？本姑娘就不怕。这性格跟直播时的软妹差距也太大了吧。而且怎么说呢。
喂，日月银行吗？您好，苏先生，我是日月银行京都分行的行长，请问有什么能为您服务啊？点清当前市场上流通的所有豆沙股权，我要全部买下。明白，马上为您办理。看我不弄死你！王林、啊，你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好事！赵总，你来的正好，您把团团的签约项目转给我，我要弄死他！还女主播呢？你知道你惹谁了吗？跟你对战的那个快递员，他现在是我们公司第二大股东，现在他提供内部资料，联合税务局搞财务清查，要是查到私下与主播的资金交易，我们一个都跑不掉。都怪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。两位请停手，你们二人涉嫌偷税漏税以及大量不明的资金交易，现已被依法批准拘捕。不，全部带走。放开我，这事跟我没关系，都是他，是他让我干的。进去再说吧。我送快递有神豪奖励。苏先生，我行已经帮您办理好了。辛苦了。方林，这是您得的。快递任务完成，帮助女主播团团，奖励神券1000，系统点1000。得，系统点花了1000，赚了1000，白忙活了。检测到宿主疲劳，已为宿主兑换相关道具，扣除神券1000，兑换丽江五星级酒店1周使用权。什么？喂，不能这样强买强卖的，我要一整个酒店干嘛？奖励的兑换是系统通过分析宿主自身素质所得出的最科学的依据。你好像在拐着弯说我王八之心侧漏啊。我们是很人性化的系统。算了，去休息休息也好。那这边事情解决了，我就先走了。你怎么了？你是身体不舒服吗？发烧了。脸怎么这么红啊？没，我没事。你在这等我一下，我还有事情要跟你说。完了，要坏，你赶紧溜。那个团团，我这有点急事，先走了，有机会我们再见。妈呀！你怎么进来了？不是让你在房间等我吗？完了，苏宁，今天你就别走了嘛，我们来玩点更好玩的游戏吧。不，不要啊！若离一路顺风，还好溜得快，差点出大事。也不知道这破体质到底什么时候能消除，真是太难了。话说，系统给了酒店来着。正好啊，过去休息一下吧。您好。你好，我要办入住。好的，请您出示一下证件。好的。您叫苏宁？对啊，我叫苏宁。请问能快点吗？您等等，我这边要确认一下。宝贝，用力！对，就是那里！喂，不是说了吗？没特别重要的事，不要打扰我吗？你说什么？这边请，苏宁先生，这间就是我们丽江最好的首席 VIP 套房，相信在这里您会有一个美妙的夜晚。嗯，不错。然后这边是我们酒店为您准备的最专业的管家团队，24小时照顾您的起居。您还有什么别的需求吗？快让他们出去！是。呼，舒畅。系统，有任务吗？已检测您附近，未发现任务需求。合着你这任务派发也太随机了吧。真不知道猴年马月能消除我这害人的体质，搞得我连与家人相处时都得做好防护。对了，我记得柔柔最近跟大学同学来丽江玩，不知道玩得开心吗？
我送快递，有神好奖励。怎么办？打碎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快看那边，小姐，说吧，你打算怎么赔？这明明是你们店家自己的问题，顾客这么多，你们就把东西放台子上，也不弄个围栏，我看他就是自己倒的。这东西都在这里放了好几个月了，也没见他倒，偏偏就现在倒了。而且目前来看，就他离得最近，不是他碰的，还能是谁？可能真是我不小心碰到了，给你们带来了损失，实在抱歉，希望您能原谅我。你不用说这些没用的，既然打碎了商品，那就照价赔偿。那要多少钱？1000万。柔柔，你在丽江有什么亲戚吗？我总感觉这事不简单，还是找家里人处理比较好。我哥就住在这儿，我已经联系他了。你说的哥是你哪个哥？不会就是那个明明很帅却总戴着帽子遮脸，名校毕业不去国企拿百万年薪，却跑去送快递的那个哥吧？我就一个哥哥，我妈就生了我们两个。完了，全完了。好了，你们钱凑够没？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哥马上就……哼，一个穷学生，给你几十年，你们也凑不齐这个钱。你们做什么？其实这个事也没这么难解决，只要你……你别碰我！谁在飙车呀？真是扰民！不知道这是商业街吗？这样开车？不好意思啊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哥，柔柔，怎么了？果然很帅呀！你就是他哥对吧？你妹打碎了我们店内的古董，你看怎么办吧？你这古董多少钱？1000万。哥，我……放心吧，柔柔，交给我。嗯。一个瓶子这么贵，那要是不保真呢？哟，你懂古董吗？我这古董店能卖你假货？不保真？不保真，我把这些碎片吃了。行，你说的啊。检测到宿主需求，已为您推荐相应特殊技能。兑换。兑换成功。扁椭圆形，菊花纹样，一看就是永乐年间的作品。哦，你懂古董？以淡色绘水波，浓色绘青龙，前者浓，后者淡，构成色泽鲜明的对比。其样式让我想起在京都见过的青花海水龙纹高足碗，美哉，妙哉。哼，你识货就行，我们店里可样样都是稀世珍品，识相的就赶紧赔钱，免得浪费爷的时间。你安静点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但是这些碎片包浆很不完整，一片有一片无，而如果真是明代传下来的青花瓷，定是被人摸了盘了无数次，怎会有这种不规则的包浆分布？据我所知，现代有种仿制手法叫后加彩，简单来说就是把旧器清理干净表面后又新化彩，再用低温焙烧。伪造后加彩是有很多方式的，通过在廉价的明清素瓷上加重素三彩、斗彩等贵重手法，提升它的价值，从中获取利益。你这瓷器色彩如此鲜明，明显不是明代的颜料所能绘制的，而是现代工业品罢了。你敢说我瓷片？还有，不保真就把它吃了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我给您换了片小的，请自便吧，店长。我送快递，有神好奖励。来，吃吧。你空口无凭，就算不是正经的明朝货，那也是有权威机构认证过的正经古瓷。我要报警，让警察来认证。那就赔钱吧。你认真的？可是哥哥，咱们没钱呀。哼，开个价吧，别墨迹了。一口价
100万，土鳖你有吗？成交，刷卡吧。这么爽快？愣着干什么？快去收钱啊！支付宝到账100万元。谢谢您的惠顾，有时间常来啊。哥哥，你从哪儿弄来的100万？你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？哥藏的可深了，你就放心吧。会发新的特殊快递，请宿主尽快前往。剩余时间5小时39分29秒。这么紧急？柔柔，我有事，要先走了。哎，哥，你去哪儿？我都好久没见过你了。哎呀，工作忙，没办法。嗯，柔柔，你拿着这个，里面有1000万，你拿去跟朋友玩。不够再跟哥说，等哥哥忙完了再来找你。这是什么神豪啊？拿1000万当零花钱。柔柔，那个，能把你哥微信推给我吗？任务内容：前往海珠大桥解救跳桥女，并且成功把快递送到跳桥女手上。得赶快点。你没照眼睛吗？不好意思，我着急了。苏宁，你是周远？我说是谁呢？原来是我们大学的校草兼大才子啊！这身体真好，跑得这么快，我就不如你，就只能买个大奔开开了啊！对了，我们最近要办同学聚会，大家都惦记着你呢，可你混成个送快递的，这叫我怎么跟大家说呢？你说呢，苏宁？人呢？喂，我在跟你说话呢，你跑什么？我还有快递要送，你先忙，有缘再见。切，臭送快递的，我要让你在同学聚会上颜面扫地。哇，哪来的傻子？会不会开车？哇，兰博基尼啊，神豪啊！下来吧，你还年轻，不要一时想不开。你想想你的父母。你们懂什么？我被男友抛弃了，我觉得我活着没有任何意义了。他要是再不来，我就真跳了。且慢，花花，是我，你快下来，上面危险啊。我还是爱你的，我们重归于好吧。花花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跟你说分手，说那些伤你的话。花花，只要你肯下来，我们立刻复合，我一生一世只对你一个人好。小姑娘，你看你男朋友都过来了，快下来吧。是啊，如果不小心掉到江水里面，那该怎么办？我送快递，有神豪奖励。花花是谁？他又是你哪个女朋友？小伙子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连心上人的名字都能说错？哎，她不是花花吗？这身材难道是婷婷？婷婷，别闹了，快下来吧。还记得曾经我在你楼下拿着吉他唱过的情歌吗？婷婷，你快下来吧，给我一首歌的时间，让我证明我爱你。婷婷又是谁？这小伙子怎么回事？海王是吧？果然是个渣男。你这孩子也太不负责了。但这一次我真的改了。哎，看来赶上了，现在这是什么情况？你们别骂了，都是我的错。在年轻时犯下不可饶恕的罪孽，是我管不住自己放荡的心，总渴望更多的真爱。但这一次我真的改了，我只爱你一个人，请你相信我吧，依依。这是在尬演吗？换作是我也不下来呀。检测到任务情况与宿主需求，是否花费500功德点兑换谈判专家技能？这么贵，又想坑我是吧？系统检测都是经过大数据分析，具有相当程度的预见性，实惠的紧。行行行，我换。我不信，之前也是这么对我说的，结果我一怀孕，你哥两个都跑了，抛弃了我，
和肚子里两个月大的孩子。啊！哎，你这是要逃啊？孩子都已经两个月大了，是男人就负起责任了，少多管闲事。我跟他拍拖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月啊，而且之前是他见了我就说我是他梦中情人，躲都躲不掉。啊，贵圈真乱呐、啊！不过说来奇怪，为什么看这妹子有点眼神呢？她不会是我之前做任务撩的那99个妹子之一吧？这么点小的打击都承受不了，还好意思说爱我？看来只有在另一个世界才能找到我的真爱了。姑娘且慢，不是每场相遇都有结果，但是每场相遇都是有意义。有些人只适合成长，有些事只适合收藏。每个人都有难以忘怀的过去，哪怕现在的悲痛令人沉沦，但不要放弃，终将有束光会照亮你漆黑的内心。黑暗不是人生的终点。看专家技能触发中。所以小姐快下来吧，你一定能见到你的真命天子，让我们拥抱现在。真的吗？我这一生还能有机会再见到他？当然了，美丽的小姐，你快下来吧，他一定也在某个地方寻找你呢。我的真命天子，我来了。妈！啊！没事了，姑娘。这个感觉是，如果真的再见到他，他会对我说什么呢？他会对你说：“您的快递，请签收。”就是你，我的真命天子。完成快递任务，救助跳河女，并将其引向正路，奖励神券1000，功德点1000。我送快递，有神豪奖励。这位就是之前落水的女士，请问您还记得见义勇为的人长什么样吗？我不记得了，我只知道他是一名快递员，所以我想请广大网友提供给我那个快递小哥的信息，谁能将他带到我面前，奖励10万元。小哥哥，你一定在看视频对不对？请你回复我一下好吗？我对你真的很有感。唉，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最近非常倒霉啊，接到的任务都不像是人做的。哼，任务内容将快递交给赵可儿，并解决赵可儿家发生的危机，任务时间剩余1天。又要见到他了。赵可儿，我喜欢你。可儿，答应我吧，我愿意把我月薪10万的工资卡交给你保管，买婚房也只写你的名字，接受我吧，我爱你。百万年薪，年轻有为啊，要是我立马就答应了。好男人啊。在我这个套路的攻势下，妹子还不是手到擒来，特别是这样的极品，我势在必得。哦、不对啊，我在这守几个小时了，可儿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大老远就听见这家伙吼，赵可儿怎么不下来踹他呀？检测到赵可儿家也安装品质最高的隔音墙，房间外的声音无法传入。难怪没反应啊。已为宿主匹配道具天籁之音大喇叭，只需500神券。好吧，兑换。大家让一让，让专业的来。赵可儿小姐，赵可儿小姐，你的快递到了，请速到楼下领取。赵可儿，赵可儿，请回答。哪来的快递员也想跟我比？难道他以为声音大就能吸引可儿吗？啊，可儿，你终于被我打动了吗？苏明哥哥，我好想你。赵小姐，男女授受不亲。有什么关系？反正我这辈子都决定跟定你了。可儿，这个男人是谁啊？我会送快递的。
赵可儿，你别乱说，我什么时候是你未婚夫了？哎呀，这不是迟早的事吗？难道你不喜欢我吗？走，跟我上楼。别，我还有工作。居然拒绝了土豪，要一个快递员。妈，苏宁来了。呀，苏宁啊，我正好在做饭，客厅油烟大，你带苏宁去你房间坐坐。好，来，这边。你随便看看，嘿嘿。啊，嗯，这个不许看。赵可儿，这个是你的快递，我就先放这儿了，你签收一下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？为什么？我还有工作。那个，苏宁，你讨厌我吗？我送快递，有神好奖励。没有，怎么会呢？那就至少吃了饭再走，好不好嘛？我觉得 OK。那好吧。好耶！哦，至少任务完成了，吃个饭就吃个饭吧。等等，总觉得哪里不对。可儿已经接收了快递，为什么我没接到任务成功的提示呢？将快递交给可儿，并解决赵可儿家发生的危机。什么危机啊？没有，你听错了。莫非是有人要报复赵可儿？那个地中海，我记得商城里好像有个类似的道具。危机检测仪，对着目标物体点击，如物体会引发危机，则会报警，售价5000神券。我现在有1000神券，只要完成任务，还有1000的奖励，这么算还有的赚。兑换，赵可儿，那个。我四处逛逛啊。哦，好。安全。没道理啊。苏宁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奇奇怪怪的？我没事。这是为什么？难道说赵可儿妈妈会引发危机？她是赵可儿亲妈呀，没道理害她呀。难道？怎么了，苏宁？哎呀，别玩玩具了，赶紧来吃饭吧。对，赶紧吃饭，我可是做了一桌特色菜呢。来，多吃点。我妈的手艺可棒了。赵可儿家里就3个人，如果他们母女都是引发危机的人，那危机的受害者不会就是我爸。来，苏宁，吃这个。哦，难道说是用丰盛佳肴宴请贵宾，然后下毒谋杀的那种剧情？还有什么道具能派上用场？测毒银针，将银针插入物体中，如有毒素则会变成黑色。好，就是它了。兑换成功。银针没黑。怎么了？饭菜不合胃口吗？没有，果然是我多虑了，这又不是什么狗血电视剧。哈哈哈哈，真好吃啊。来，好吃多吃点。对吧，我就说我妈的手艺可好了。谢谢阿姨。我什么时候睡着了？好热，全身都好热。头好昏。不对劲儿，得赶紧离开这里。糟了，快要失去意识了。门怎么打不开啊？一定是那个可恶的阿姨在饭里动了手脚。等我出去了，一定饶不了你。不行啊，我要忍住。忍住，不要失去意识。苏宁，你在吗？我感觉有点不舒服，你能帮我看看吗？亲爱的。我送快递，有神好奖励。苏宁，来嘛。
一起玩个游戏呀。快走快走，快点离开这。来吧，苏宁哥哥。可是我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。苏宁哥哥。苏宁哥哥，我漂亮吗？阿爸！警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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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检测到宿主被药物影响意识，正在净化药物影响。此功能为紧急功能，冷却期极长，请宿主注意人身安全。净化完毕。苏宁，我要嫁给你。啊，好险。这药啊，神仙吃了都顶不住，剩下的就交给你了，乖女儿。也不知道他俩发展的如何了。你也太快了吧。你在胡说些什么？我可什么都没做。谁信呢？我看你就是想耍赖，不想负责任，你个渣男。你哎，算了，你自己问你女儿吧。拜拜，真是多谢款待了。可儿。苏宁哥哥。可儿，你怎么睡着了？哎，苏宁，你给我记住，下次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快递任务完成，度过赵可儿家发生的危机，奖励神券2000，系统点1000，检测到宿主快递业务能力提升，已为宿主开启特殊快递系统。什么特殊快递？特殊任务的触发与宿主的日常快递业务有关，宿主完成日常工作后会有几率触发特殊任务，只不过概率更低。那特殊任务应该有特殊奖励吧？对的，同时会得到更多神券和系统点。怎么样的特殊奖励啊？这个嘛，特殊任务自然会有相当多的特殊奖励啦，具体的是要等宿主完成一次特殊任务就知道喽。你还卖关子？温馨提示，特殊任务难度很高哦。周总好。大家吃好喝好，同学会就要开开心心。谢谢周总款待。这么年轻就继承了家族企业，真是厉害啊。年轻有为，年轻有为啊，和您当同学真是莫大的幸运。周总。我送快递，有神好奖励。周总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张畅，之前工作上我们有合作过。哦，同学一场，当然记得。您真的谦虚，咱们这届同学里能比得上您一半的真没几个。在这些同学里，我就喜欢听你说话。你们公司不是有个项目吗？我投了。啊，真的吗？不过你刚刚说的话，我有个地方很好奇。你说没几个人的成就能赶上我，那么那几个人都是谁呢？没几个比得上您，唯一有可能的也就是苏宁了吧。毕竟他成绩第一，又是校草，而且听说在毕业前他就收到了国企和百强的 offer， 以他的能力恐怕你可能不知道，他现在就是个送快递的。什么？确实很难相信呢，当年桀骜不驯的大才子如今却落得这副模样，真是搞笑。不过很多老同学还不知道这件事，这可不好，你说对吧，张同学？我明白周总您的意思了。没想到现在周元这么有钱，可我还是想见到苏宁。苏宁那么优秀，现在一定又帅又有钱。那你们可想多了。他现在
只是个送快递的。啊？谁信啊？你是不是嫉妒苏宁啊？张畅，真没想到你是个诋毁别人的小人。啊？那你们说苏宁为什么不敢来同学聚会？他人呢？他在哪儿？如果不是混得不好，他怎么会没脸来？啊，这是不是周元没请人家？对，有可能。不好意思，小姐们，我邀请了每一个人，除了江倩，我相信所有人都会来。您好，请问周先生在吗？有您的快递。你们看，这不是来了吗？周元，快看他这衣服，苏宁还真送快递去了呀！堂堂才子送快递苏宁，真没想到啊！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啊，丢死人了！这些人怎么有点眼熟啊？哟，我说苏宁啊，知道丢人，所以同学聚会故意来迟了吗？切，小人之心，离我远点！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吗？周元，你的快递，麻烦签收一下。哟，又不是我订了个快递，今天还见不到你呢，苏大快递员。难为你了，这么用心。哼，这么忙的大总经理，还抽空来照顾老同学的生意。你什么？苏总回酒店了？是的，苏总好像在参加同学聚会，他的同学对他似乎不太友善。岂有此理！苏总现在在哪儿？苏总去三楼包厢了。走，给苏总撑场子去。苏宁，你知道这包裹里是什么吗？我无权，也不在意用户隐私，我还有工作，先走了。喂，别走啊。里面是小丑面具，我特意买来送给你的，是不是很适合你，苏大快递员？一个送外卖的，真不知道你拿什么跟我比，我呸！拿什么跟你比？苏先生，打扰了。我送快递，有神好奖励。一个送外卖的，真不知道你拿什么跟我比，我呸！拿什么跟你比？什么情况？丽江酒店的店长怎么来了？他这个身份可不低呀。你们怎么回事？谁允许你们擅自闯入我的宴会？苏先生，您回来了，我特意带员工们上来跟您打个招呼。竟敢无视我！您可是我们最大的老板，大家都想认识您一下。对啊，苏总好。什么？客气了，今天是我的同学聚会，请招待好他们。明白，我们会按酒店最高规格设宴。另外，我不希望聚会上出现闲杂人等。好的，苏先生。二位需要我请保安还是你们自己走呢？哼，我还不稀罕呢，你们酒店的所作所为我会记住的。苏宁，我们走着瞧。周总，你等等我。不愧是苏宁啊，真是一表人才，原来送快递就是体验生活啊。特殊快递任务降临，拯救钢铁直男的爱情，请宿主现在前往天然健身房，任务要求全程网络直播。这么急啊？各位慢慢玩，我有工作先走了。这边这边。这就走了？有钱人就是忙啊。好像可以了，有画面了吧？恭喜主播百万热度达成啊！怎么一瞬间那么多人啊？还是先做任务要紧。就是他吗？钢铁直男。你好，是要上私教课吗？我不上课。既然不上课，阁下就请回吧，我最近心情很不好。我虽然不上课，但是我可以帮你解决你当前的危机，特别是爱情方面的，我是资深感情咨询师。哦，你说你能帮我解决爱情方面的问题，那我倒想问问你，你有那个实力吗？只有像我一样勇猛的人才有资格跟我谈帮助，就你这小身板能行吗？除非你证明给我看。怎么证明呢？哼，脱吧。啊，
如果你的肌肉有我一半勇猛，我就相信你有那个能力。这是什么奇葩要求啊？你等等，系统出来。已为宿主匹配相应的解决方案，花费500系统点兑换健美冠军身材。兑换。好了，久等了。不知道这样是否能够证明呢？我的妈妈咪呀、啊！看看这胳膊，看看这胸，简直是我的理想型身材。喂喂喂，你干嘛？让我摸摸，快让我看看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好了，现在可以说说你的爱情出现什么麻烦了吧？就是我女朋友说要跟我分手，您真的可以帮我吗？就这样，小意思。我送快递，有神好奖励。你跟你女朋友平时都是怎么交流的？这个嘛，我想想。我的问题应该不难吧？哇，哥哥们，你们俩的身材也太棒了吧！周围都充斥着雄性荷尔蒙的味道呢。哦，谢谢啊。那哥哥觉得我漂亮吗？漂亮。那你觉得我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我喜欢撸铁。而且你看起来都30多岁了，这身材管理也不行嘛。好了好了，我大概知道你平时怎么跟你女朋友聊天了。你把你手机打开，把聊天记录调出来，让我看看你们现在处于什么情况了。哦，好。你就是个朽木，怎么教你你都一点都不懂得去揣测女孩子的心。这段时间你不要跟我说话了，你听到没有？这段时间不要给我发消息，不许打电话给我发短信，谁先找对方谁是狗，我要跟你分手。这么明显的欲擒故纵你都看不懂啊？真的一句话不回啊？是他叫我不要找他呀。没事，我有一妙计能帮你解决问题，你找我说的给他回消息。真的吗，先生？太感谢了。小芳，我要约你看电影，你快来，对吧，先生？然后呢？等。然后呢？没道理啊。小芳，这反差萌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这榆木脑袋终于开窍了，还知道邀请我去看电影了，这一次就勉为其难原谅你了。真的吗？懂了没？女生就喜欢说反话，以后她说什么你反着来就对了。我懂了。哎，这回危机算解决了吧？任务完成了。大壮，你记得把身份证带上。小芳，你是不是傻？看电影不用带身份证的。这，你，大壮，乖，我让你带上就带上好吗？不行，带上又没什么用，万一到时候把身份证弄丢了就不好了。那你不带身份证，晚上我们俩住哪儿呢？我们各家呀。都玩那么晚了，回家不安全呢。我送你回家。我家有门禁，太晚了不让进门。那我们不看了。风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什么了，没事吧？气死我了，分手吧。行。风。我都想揍他了。怎么回事？我不是按你说的做了吗？小木不可雕也，在这个人身上根本行不通啊，还是从小芳身上解决问题吧。系统来了，宿主触发技能谈判专家。无头脑袋，气死我了，这嘴
救命啊！我送快递，有神好奖励。啊！救命啊！小姐，你误会了。小姐，你冷静一下。小风。小风，我来了。小风。等等。阵阵的一拳。就是你，敢欺负我家小风。大壮加油。快住手。是我。苏先生。对不起先生，灯太黑没看清你的脸。大壮，他是谁？他是情感咨询师，来帮我解决感情危机的。我就说肯定有人出馊主意，破坏我跟大壮的感情。小姐，此言差矣，破坏你们两个感情的人。谈判专家技能触发中。一直都是。你。你凭什么说是我？你一直把分手挂在嘴边来伤害对方。那是因为。他可以接受你作，可以接受你闹，但是分手是另外一种概念。你每提一次分手都在消耗他对你的感情。千万不要用分手去试探对方到底有多爱你。爱需要沟通和尊重，更是互相理解包容体谅的过程。这有什么关系？反正我做什么大壮都不会离开我的。大壮他是根木头，他只对我感兴趣，其他女人他看都不会看的。就是这个谜题解开了。什么？所以你仗着他不会变心，一直有恃无恐地耍着你的性子。但是你忽略了一件事，他有可能只喜欢你一个女人，但是他一定喜欢这个东西。哦，多么健美的肌肉啊，一看就是跟我一样久经锻炼。什么？是跟你抢他的不一定是女人吗？让我摸一下。赵云少。大壮，你离他远点。大壮，这件事我不对。小风，你怎么了？恭喜宿主，任务完成。不，小风，你没错，都是我的错。唉，不容易啊，还要牺牲自己的色相。哎，对了，直播还开着呢，看看效果。一千万！这种直播也能火呀？原来大众都爱这个题材吗？哎，佩服，果然八卦之心人皆有之。所以这次是什么奖励呢？正在发放奖励，请稍等。奖励呢？已经发放喽。特殊奖励，魔鬼肉身。原来是这样啊。厉害吧。那你觉得我现在这个肌肉能不能把你撕成两半？冷静，宿主冷静。这个肉身是有特殊设定的，魔鬼肉身可以依照宿主的要求改变自身。哦，此话当真？宿主可以尝试一下闭眼冥想，在脑内重塑自己的肉身。好。这具身体数据是为了帮助宿主完成之后更困难的快递任务。感觉肌肉变得既坚固又轻盈。宿主还满意吗？也就马马虎虎吧。我送快递，有神好奖励。今天的直播就到这了，我们下次直播再见。团团爱你们哟。
好久没有见到苏宁了，不知道他有没有来看我直播呢？应该会有吧。反正你男朋友上热搜了！你那么大声，吓我一跳。啊，对不起嘛。而且他也不是我男朋友啊。你确定你不在意？他可是跟别的女生上热搜了。啊！没来看我直播就算了，还跟别的女人上热搜。冷静，冷静，宝贝，冷静一点。啊！这，哎呦呦，又是哪个女人想我了？哇，这可真是大户人家呀！好慢啊，没人在家吗？姑娘，你没事吧？苏宁，你是江倩？苏宁，好久不见了。你尝尝看，这家咖啡和大学时的味道一模一样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确实，这让我想起我们一起在咖啡馆赶作业的那些日子。我寻觅良久，唯有这家咖啡馆的味道最能唤起我那些回忆，所以每当有空，我都会选择来这里消磨时光。抱歉打扰了，两位是情侣吗？我们店正在进行情侣活动，购买情侣套餐会有优惠哦。没有没有，我们就是普通朋友。这样啊，那好可惜哦。是的，我们只是朋友吗？哟，这不是我们的校花吗？怎么一个人游泳啊？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也没什么。这周末不是有个校园舞会，你是不是应该识趣点，主动提出当哥哥的舞伴呢？哪个混蛋？找打！发什么呆啊？走了。臭小子，你别跑！之前就跟你说过了，来游泳馆这种男生多的地方，最好别单独行动。你倒好，每次都不听，这下又惹麻烦了吧？要不是我刚好在附近。好啰嗦。哼，唉。某些人说这么多，这么担心我被抢了去，是不是吃醋了，也想做我的男朋友啊？逗你玩呢，我们是好兄弟啊，纯友谊。哪有这么会给我找麻烦的好兄弟啊？我再帮你挡刀，就成全校男生公敌了，江大小姐。某些人还好意思诉苦呢，有些人啊，无视情书引发宿舍楼的泪雨，上课时更是吸引众多女生围观，人气之高，连教室门都快被挤坏。还有啊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要不是本小姐帮你将那些痴情女子一一挡回，你能不能安然无恙读完大学还两说呢？所以你帮我解决这些麻烦，不是应该的吗？得，互利共赢的事被你说成这样，我谁都不服，就服你。反正你不想被女生骚扰，我不想被男生骚扰，你往后做盾牌挺好的。太近了。哎，忘了跟你说，周末的舞会你是我的舞伴，要准时到场哦。哼，你又擅自决定是吧？有什么关系啊，快毕业了，这是最后一次舞会。你赶走了我身边的男生，不跟你跳我还能跟谁跳？真拿你没办法。好了好了，我一定准时到。那就过两天见哦。我送快递，有神好奖励。就因为这魅功体质，为了不引起混乱，我总是独来独往，直到我遇到了江倩。她不但帮我挡下了所有异性的骚扰，还陪我参与课程和活动，让我拥有了还算完整的大学时光。江倩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宿主你好。啊，什么东西啊？请问你是否想摆脱这体质？当然想，我做梦都想，我想过正常人的生活。现在你就有一个解除诅咒的机会。
要我怎么做？首先需要做任务激活系统，你愿意吗？任务？要我做什么任务？对你见到的第一个女人，使用媚功体质，完成任务即可激活系统，任务时限60秒。59 58 57。什么？我跟苏宁真的只是朋友，你们是不是朋友？我觉得你心里应该有数。马上就要毕业了，要不要踏出那一步你自己想想吧。朋友吗？你又是怎么想的呢，苏宁？曾倩，快来三楼教室，我有急事找你。这家伙整啥呢？该不会是想跟我表白吧？这任务也太紧急了，我又不能随便找个姑娘了，只能委屈一下好兄弟了。他应该不会生气吧？快呀，江倩，快来呀！啊，来了！江倩，你……啊！终于到了，苏宁。两年前那一幕想起来还真是伤心。抱歉。我看你倒是改变不少，虽然戴着眼镜，至少敢抬头看人了。这个我始终坚信眼睛是心灵的明镜，借此可以洞察真伪。所以我一直很好奇，是否有人直面过你的双眼，除了那晚的女生。不好意思，江倩。我还以为我也是例外呢。抱歉，不是你想的那个原因。苏宁，我要结婚了。欢迎您再次光临。要结婚了吗？清醒点，人家结婚，你应该祝福人家呀。不过我为什么觉得江倩的眼睛里藏着悲伤呢？检测到特殊任务，检测到特殊任务。又是特殊任务？我运气这么好的吗？特殊任务，拯救江倩。任务内容，请宿主调查事件起因，并拯救江倩的婚礼。任务要求，竭尽全力。啊？什么？你说的拯救是什么意思？把话给我说清楚。冷静。这孩子怎么了？被甩了这么激动吗？怎么感觉有点疯疯癫癫的？抱歉。好了，赶紧把跟江倩有关的情报都告诉我。解锁情报需要使用神券兑换小帮手功能哦。不用问这些有的没的，不管是什么我都兑换。好嘞。江倩，江恒一独女，远江集团经理兼继承人，单亲家庭，父亲江恒一。远江集团经营顺利，公司估值年年攀升，但在半年前发生了一件意外，引起了公司震动。什么意外？江恒一得了罕见的呼吸性疾病，正在 ICU 接受治疗，无法经营公司，且当前恒远集团正在做收购远江集团的准备。恒远集团不是周元他们的家族企业吗？是的，当前的收购计划正是周元父亲周正在推进。这样啊，江恒一现在在何处？我送快递，有神豪讲义。江先生是很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，我们尽全力也只能做到保全病人的性命。当前这个病症是没有治愈希望的。确定一点希望都没有吗？你们可是全国屈指可数的一流医院。也不能说完全无希望。阿诺匹斯公司专门针对这个并发症发明了特效药。但这个药物还在临床试验阶段，并且销售渠道被恒远集团垄断，不公开售卖。哼，又是恒远集团。恒远集团在国内影响很大，很少有公司能与他们竞争这药的销售权。好，我明白了，谢谢。远江集团因江恒一的病而陷入危机，
治疗疾病的特效药被恒远集团垄断，而在这个时间点，恒远集团又开启了收购计划。我当然知道这是个阴谋。江恒一病重，那么远江集团现在的最高执行人就是江倩。没想到会在那种情况下见到苏宁。两年前我当时一句话不说就走，也确实是有些过分了。毕竟他也没有明确表示过是否喜欢我与别的女生，也正常。喂，写完了吗？还不快点出来。真够慢的。为什么没穿我给你准备的衣服？问你话呢，你没听见吗？还有，我说话的时候要看着我的脸。跟你说了这么多遍，学不会吗？还是说，你不想要能治你父亲病的特效药了？你说过的，我嫁给你，你就把特效药给我父亲。那当然没问题，但今晚你得陪我玩到彻底尽兴为止，懂吗？还是说，如果是苏宁的话，你会服务得更好？别碰我！真无趣。不要抱有侥幸心理，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监视之中。你还有远江集团都是我的。恒远集团想收购远江集团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不是非常简单啊？只要我把这两家的股份收购了，成为两家公司的股东，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确实啊，赶紧的吧，把这两家公司的股份弄成礼包，我的身券已经饥渴难耐了。吱吱，兑换失败。有猫腻，为什么？无法满足宿主要求，没有查询到两家公司的股权购买渠道。那有没有与这两家公司相关公司可以购买？不未检测到此类公司。可恶啊！就他，在病房外自言自语的，然后还发疯。好，先生，如果你们有什么事了，还请您离开。不好意思啊，保安大哥，我马上就走。对了，你们医院一般在哪儿进药啊？研究室吧，我哪知道。哪家研究室呢？原来是商业间谍，赶紧给我离开这里。等一下。动手。有主意了。谁在那里？您好，您的快递请签收。啊，原来是快递啊。行了行了，没事就快滚吧，这里不是你这种快递员能来的地方。您还有一样东西没有签收呢。哇，好帅啊。既然来文的不行，那就只能来武的了。找到特效药救醒江父才是解决江倩最好的办法。有人来了。我送快递，有神好讲义。谁在那儿？给我出来。没东西啊，我幻听吗？可能最近太累了。算了，只要像这样配合守卫的脚步和呼吸，这个守卫是不会发现我的。就这样保持节奏，找到制药部。找到了。没人了。哼，这具身体的机能果然比以前大幅提升，连轻功也能施展了。道路畅通无阻，成功潜入。 So easy， 不愧是我。NPC， 有入侵者。哇，好帅啊。没想到同时对多人使用媚功居然会耗费这么多体力。你们快来警报啊，有入侵。
行了，别叫了，他们现在可没空理你。喂喂，有人吗？拉警报啊！好帅呀、快放我出去，我要见他。让你别吵了，听见没有？难道你不怕？行了，我来这儿是为了拿一样东西。你们公司最近不是针对一个罕见病制作了特效药吗？你把它给我，我不难为你的。这是公司机密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不关你的事，快带我到你们制药的研究室。不行，我不能泄露公司机密。谁说是你泄露的了？在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偷走了公司机密，又或是一个暴躁鲁莽的冷血杀手强行夺走了公司机密。这两个故事你选哪一个呢？我知道了，我给你带路。这就是我们的研发实验室。我们在给动物园的猴子抽血时，意外地在一只猴子身上发现了这种病毒。考虑到这种疾病可能在人群中传播，公司决定提取病原体，开始研发药物，这就是这个项目的起源。那个蓝色瓶子就是特效药样本。你的意思是，你们是提前研制的特效药？是的，如果特效药样品失窃，将会对公司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。当前进行到几期临床了？刚刚完成了猴体实验，还没有进入人体临床。该死，这不就说明这特效药就是个半吊子吗？这可不能给江叔叔用啊，难不成要我自己制药？检测到宿主需求，正在为宿主搜索相应技能。特殊技能药理专精，需消耗1000系统点，是否兑换？队友，我怎么把你给忘了？哎呀，关心则乱，关心则乱。宿主兑换成功，正在加载药理专精。冷静点，苏宁。没有药，我自己造。这是？你好，请问你是值班护士吗？啊，是的，有什么可以帮助您？我想请问江恒一先生是否换了病房？我记得我昨天来的时候病房还在十层。稍等，江恒一啊，查到了，是在。喂，嫂子，我劝你一句，不该管的事少管，否则发生什么事你再后悔就来不及了。干什么吃的，就这样随意泄露病人的信息吗？你小子快松开，我管不得力气。快放手。快告诉我，江恒一现在在何处？在西院区。我的手，我的手啊。小鬼，你找死。我送快递。有神好讲义。还没好吗？等会儿的仪式上记得配合一点，别像个死人一样，把笑脸给我摆出来。知道。挺正经的嘛，希望你保持到婚礼结束咯。今天过后，你还有远江集团都将成为我的东西。你还是早点接受现实吧，既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你父亲。欢迎各位来宾参加周元先生与江建小姐的婚礼，让我们在庄重的婚礼仪式中尽情享受这份浓浓的爱意。现在仪式开始，请祝福这对新人开启他们的新篇章吧。欢迎我们的新人入场。左
哇，这个新娘太美了吧！好漂亮啊，这位新娘仙气飘飘啊！我见过这么多美女，都没有眼前这一位美。眉目如画春风远，衣冠似仙雨露滋。不过我听说，她是为了傍上恒远集团，才决定跟恒远集团的太子爷结婚的。可不是吗？远江集团再怎么厉害，那也比不上恒远集团，门不当户不对呀。周元先生，江倩小姐，你们是否愿意接受婚姻的责任和义务，尊敬父母，教育子女，互爱互敬，互信互谅，共度人生，一生中爱？我愿意。江小姐，该您回答了。怎么回事？新娘子怎么不说话？我发什么呆啊？走了。逗你玩呢，我们是好兄弟啊，纯友谊。哪有这么会给我找麻烦的好兄弟啊？我再帮你挡刀，就成全校男生公敌了。江大小姐，我不愿意，我不愿意，我不愿意。江倩，我给你脸了是吧？你这是诚心想让恒远集团难堪？我倒要看看这场婚礼谁敢反对。我反对。什么？这不是远江集团的董事长吗？不是重病进了 ICU 吗？休想拿你的破药绑我女儿的幸福。爸，爸爸。倩儿，爸爸来了。倩儿没用，接受不住远江集团，又治不了你的病。傻闺女，那些都没你的幸福重要。该死，这老家伙现在不是应该在 ICU 里吗？怎么回光返照来破坏我的好事？特效药还在研制当中啊，怎么会？爸爸，你的病没事了吗？放心吧，爸爸已经使用过特效药了，痊愈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哪来的特效药？你给我讲清楚！安静点吧，周大公子，你就不要破坏气氛了好吗？又是你！别臭着脸嘛，跟观众老爷们笑一个。苏宁，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剩下的交给我，就像我们大学时一样，好吗？好。放开你的手，那是我的妻子。周元，我们的账是要捋一捋。你利用病毒让江叔叔感染，然后利用特效药要挟威胁江倩嫁给你，以此吞并远江集团。我说的没错吧？真是布了好大的一盘棋啊。你来人啊，拿下他们。小子，跟我盘账你还弄了点儿？周元，劝你冷静，你现在属于涉黑涉暴行为，这件事要是传出去了，对恒远集团的声誉会有何影响你应该知道，毕竟我现在正在直播，几百万人看着呢。你们谁想被拍下来，在网上火一把？嗯，拿着，帮我直播。好。来啊，怎么都愣着干什么？苏宁，你够了，今天这事到此为止。王叔，你怎么来了？我送快递，有神豪奖励。少爷病了，快送少爷回家。是。今天的事就到此为止吧。看样子这人不简单呢，我得谨慎点。你带江叔叔先出去，这里我来处理。好，那你注意安全。苏先生，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，我代少爷向苏先生您道歉，还望您日后能不计前嫌。您太客气了，我只是个小小的快递员，不敢受如此大礼。苏先生，您太谦虚了，从您能给江恒一弄来特效药来看，您可是深藏不露啊。请您有话直说。我希望我们这件事到此为止。直播我已经关了，不过前面的直播内容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。这就不用您担心了，
我们的公关部门会处理好的。那么就此告辞。等等，你认为这件事你一声令下即开始，一声叹息便可了结，是这样吗？果然是年轻人，不过我劝你年轻人不要太气盛了，有些东西水太深你把握不住的。年轻人，你觉得无所谓，但江恒一与江倩不一定这么想。日后有空来恒远集团坐坐，老爷最喜欢交朋友了。我必会登门拜访。特殊快递任务，拯救江倩的婚礼完成，任务奖励神券5000，系统点5000。我靠，这次怎么这么多？完成高难度的任务，相对的奖励也会增多哦。多多益善，多多益善。温馨提示，奖励虽多，但宿主这段时间内还请节制消费。啊？为什么？你是不是读出了我想去度假的念头？不是，是大数据功能告诉我，宿主会面临神券与系统点的短时间的大量消耗，这是危机的预兆。危机？什么危机啊？苏宁。啊，那江倩，叔叔还在这看着呢。关湘明，我没意见。对了，这次真的多亏你了，苏宁，我们江家该如何答谢你啊？你也别那么客气，我跟江倩在大学时就是好朋友了，所以无论她发生什么事我都会来帮她的。苏宁，我原谅你了。啊，你指什么？是我来晚了吗？我这是去接江叔叔了，我也没办法呀。喂，你可得把话说清楚啊，我可不背莫名的黑锅啊。真笨。老爷，少爷带回来了。让他过来吧。父亲。坐吧。远江集团近些年发展迅速，我们正在筹划收购，由于难度大所以慎之又慎，避免打草惊蛇。让你参与其中并主导计划推进，主要是想让你历练历练，你倒好，不但计划失败，还整出被抢婚这么一出戏，有损我周家颜面啊。那都是因为那个苏宁，要不是他，现在江倩已经嫁入我们周家，远江集团也将被我不需要借口。手伸出来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做错了事就要受罚。父亲，原谅我这次吧，我不找借口，你给我一次机会吧，下次我一定会做好的。为了一个远江集团提前暴露我们研制的病毒和疫苗，因小失大，这就是教训。以后远江集团的事交给你哥哥。都怪你苏宁，给我等着。哎，如此不可教也，这孩子真不让人省心。老爷，其实这事也不能全怪小少爷。您看这个，就是此人破坏了小少爷的计划。他是小少爷在大学时期的同学，从现有资料上来看并无其他值得关注的地方，但他却能将江恒一从我们的控制下带走。这样啊，那江恒一呢？病突然就好了？这个可能是从某些渠道得到了类似的试验药，毕竟也不止我们一家公司在研究，误打误撞吧。算了，一时之失罢了，我最近也是有点力不从心，之后的计划让老大接手吧。是，大少爷最近正准备回国。好，代我传话，让他做事小心谨慎一点，不要再节外生枝，如果有麻烦让野猪去处理。
我送快递，有神好讲义。第50架飞机。哥哥，你数错了吧？我这都数到59架了。哎，小朋友，你这么闲，不用上学吗？那哥哥你呢？怎么也这么闲？是失业了吗？哎，最近系统总分配给我这么奇葩的任务。什么哄婴儿啊，还要我去敬老院跳什么小苹果，奖励少耗时长。搞得我快递工作全部超时，现在又要我陪小孩儿，再这样下去我真失业了，还怎么接任务啊？小朋友，都快晚上了，你家里人什么时候来接你啊？要下班才能来。那他们什么时候下班呢？我不知道。这样啊。警官同志，这里有个闲得发慌、说话又气人的小鬼，请你们一定要好好教育教育他。谢谢同志们，再见。快递哥哥欺负人。快递任务，看护钟子莹小朋友，任务失败，预计扣除1000神券与500系统点，缓期执行。信不信我抽你啊？玩笑玩笑，宿主请冷静。唉，感觉最近好冷清啊。是啊，因为最近好像有新型病毒传开了，我给你转播一下电视新闻。根据最新情报，新型病毒的病症主要以发烧和呼吸困难等症状为主，虽然需要长期住院治疗，但好在致死率很低，并且还没有年轻人感染的病例。你之前跟我说什么大危机要来了，让我多存些神券与系统点，你看这不是也没什么事吗？这也能怪我啊？你看看你给我的都是些什么任务啊，天天被顾客投诉。苏宁先生您好，收到客户大量投诉，您已被暂时停职，并且由于投诉过多，扣除当月全部工资。若有问题，请联系总部。啊！不！宿主别难过，这个也可以使用神券兑换一些道具嘛，我这边一定给您打折。行，全换，买单吧。你。还请宿主省着点花，警惕危机来临。还请宿主省着点花，警惕危机来临。我信你个鬼啊！危机，苏宁，你在这干嘛呢？没干嘛呀。真的假的？我看你在那跟空气拉拉扯扯的，好蠢啊！哦，那江大小姐突然来找我，是有什么事吗？你正经一点，苏宁。据本人多年观察，你诚实善良，吃苦耐劳。所以我希望你能加入远江集团。吃苦耐劳？你不会想让我去你公司当牛马吧？怎么会？哪有哪有，你想多了。我这不是听见某人不是失业了吗？还是说某人想回家啃老，靠妹妹养活？不会吧，不会吧。别说了别说了。可恶，被看穿了。对了，你什么时候考的驾照啊？高中刚毕业就考了。那个，让我想想，先松手刹，再挂档。哇，你真的会开车吗？真的不会撞吗？哎呀，别想蒙混过关了喂。欢迎大家收听晚间新闻。恒远食品公司今日爆出材料过期，引发消费者热议。你还没说要去哪呢？等到了你就知道了。哼，这么神秘啊。下面插播一条紧急新闻，由于不明疫情而引发的全市大规模老年人感染，经政府研究决定，22日0点整开始，全市进入紧急状态，请居民待在室内，避免不必要的外出。不用听这个，赶紧开车吧。你知道些什么？进来说吧，这里是我们远江集团的研究所，其他的因为资金压力都售卖了。这是保留下来的几个产业之一，所以特别重要。爸爸，我把人带回来了。好，好久不见啊，苏宁。江叔叔好。你救了叔叔的命，又帮了千儿，叔叔这一天不报答你，心里就难受啊。找你一趟不容易，今天你必须接受叔叔的报答啊。好吧好吧，只要叔叔您开心，都随您。
那我把倩儿嫁给你，如何？又聊不正经事了。疼疼疼疼疼！算了，我来问吧。怎么了？苏宁，你老实告诉我。是。你之前给我父亲的药，究竟是哪来的？我送快递，有神好奖励。情况比新闻播报的还要复杂一点。这几天送进住院部的床位都快占满了，全部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患者。病情这么严重吗？是啊，而且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病在老年人群中的传播率是出奇的高。好奇怪啊，跟爸爸那时的病情一模一样。所以我才想向你问明白，你之前的药是哪来的？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你要向我表白呢。糟糕，说漏嘴了。如果我们双方能展开合作，相信很快就能攻克特效药的难题。如果你顾虑产权与经济方面的话，我们……不是这个问题，主要是这个药是我同村王二狗的亲戚认识的老中医研制的，所以其实我也不是很懂。我近期就打电话给他，一定把药方问出来。好了，我相信苏宁同学，现阶段特效药的研究肯定稳步进行。为了人民安全，我们企业要努力呀。叔叔，你说的太对了。行了，正式解决了，爸爸先回家休息了，剩下的你们俩聊。那个，没事，我也先走了。不行，某人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呢？把这个签了再走。签就签嘛，拍桌子吓唬人干嘛？卖身弃职，我是地主家的奴隶。怎么，还怕姐姐养不起你吗？我看你是想白嫖我，不干。你不干，我就告诉你们，苏宁失业了，准备回家啃老了。切，你牛。恭喜苏宁同学入职远江集团。哎呀，行了，我总不会真的要当你秘书吧？不然呢？不用担心，不会给你安排太过繁琐的工作。多少猜到了，是要把我当苦力士。麻烦你把这批实验样品送到成交的实验室去，到时候就说是我让你来的。哎，不过也不算特别无聊的工作，不是吗？完全同意。检测到特殊任务，检测到特殊任务。有点意思。特殊任务内容：调查 X 市疫情真相并解决危机，成功完成任务可领取大量神券与系统点，并解锁系统新功能。提示：此任务难度极高，请宿主注意人身安全。想逃？警报！警报！车辆接近极限速度，请宿主减速。甩不掉吗？经系统分析，追击车辆的性能更强，20秒后速度将被逼停。跑车开习惯了，再来开慢车还真有点不适应。了解。系统点商城打开，已按照宿主需求为宿主安排对应技能。笨。我这后备箱全是易碎物品，要是碎了我可担待不起。先搞清楚这些人是谁。小子，刚刚不是开得挺快的吗？怎么不跑了？我大哥跟你说话呢，没听见啊？不会吓傻了吧？谈判专家技能已续费，技能触发中。各位大哥，小弟我只是个送货的，你们为什么要追我呀？废话挣脱，我们只管拿货，再多嘴别想健全地走出去了。这个态度看来套不出什么话呀，那我也只能简单点了。你识相的就赶紧点，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也不想脏了手。大哥，
给大哥报仇！小丑，你们三个一起上吧，别浪费我时间，我只需要一个幸运儿就够了。你给我！我送快递，有神好奖励。去死！怪怪物啊！这呀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别过来！大哥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！我全都告诉你！小哥，我给您倒酒。大哥，有电话找您。喂，你是肖星对吧？你哪位啊？小哥，下次这种粗活记得多派几个人来，这点人还不够我热身的，咱们有事一次解决得了，不嫌麻烦。我就住幸福小区1栋301，麻烦记得来。肖哥，怎么了？混蛋，过了吗？算了，本来也不指望一通电话就能解决问题，再报个警吧。喂，公安局吗？我在城郊的后山处，这里有人斗殴，都快打死人了，你们快派人来啊。对对对，很严重。检测到宿主迷惑行为。不懂了吧，我这通电话可以迷惑他们，从而打乱他们后续的计划。精彩精彩，那报警是？钓鱼，在道上混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些后台，我之后会留意这批人，如果他们被逮捕了那还好，如果没有的话呢？那说明后台很硬，事情就麻烦多喽。是谁啊？教授您好，我是远江集团研究所那边派来送下午的大哥哥。哎，哪位？姐姐，是把我丢在警察局的那个快递哥哥，他说他来送货的。你是江倩派来的吧？进来吧。姐姐，你为什么让这个讨厌的哥哥进来呀？就是他把我丢在警局的。乖，他跟姐姐工作有关，等他把东西放下，姐姐就让他滚出去。哼。听话，快去睡觉。好，姐姐晚安。喂，你跟我来。川剧变脸啊。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实验室？你居然是个研究员？怎么，很意外吗？那倒没有，主要你这实验室就你一个人，怎么制药？精密的工作只需要关键的人，没用的废物只会增加工作难度。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，怎么当上江倩的秘书的？对了，你在这待着，等我研究完，明天中午再把样本送回去。困了就躺墙角，不要挡我的路。制药罢了，谁不会啊？就凭你，你会制药？你不信？哼，那我们打个赌吧，要是我制出来了，你无条件完成我的一个命令，反之我无条件听你的一个命令。随你。系统，给我兑换药力精通，只要像之前给江叔叔的药一样把药制出来，任务不就完成一半了？我真是个小天才。兑换成功，药力精通技能，花费1000系统点，技能持续时间1周。所谓制药，在我眼里不过就是消消乐，非常简单，非常非常简单。什么情况系统？警告警告，检测到宿主大脑过载，信息量超越了技能处理上限，未检测到宿主信号源，无法更新宿主需求，正在强制关闭药理专精技能，系统将暂时停机。啊，头好胀啊。醒醒，
你在干嘛？行，别打了，再打真醒不过来了。哦，你醒了？已经早上了，你可以把样本送回去了。头好疼啊，脸也好疼啊。什么？早上？这次样本分析进度快了一半，所以到早上就弄好。是我小看你了，没想到你还有点药理知识。不过昨晚的失败你也不要放在心上，这个病毒跟江恒一当时感染的病毒已经不是一码事了。这个病毒的结构更加复杂，但奇怪的是它只增强了传播性，致命性反而还减少了。没想到这次制药居然把自己栽进去了，不知道系统的存在有没有暴露。安全起见，我还是把他的这段记忆消除掉靠谱。喂，我说我送快递，有神好奖励。你要不要来当我的助手？反正江倩身边男人多的是，也不缺你这一个秘书，不如让我物尽其用，不是吗？等等，一会儿好好说，你能不能先从我身上起来啊？哎呀，感觉我来的正是时候呢。误会啊。那我们就先走了，改天我会给你安排个助手，你旁边那个就挺好，不考虑一下吗？啊，当我没说。你跟那人很熟吗？啊，算是闺蜜吧，她这人脾气很怪，你别在意。对了，实验样本还是让我送回研究所吧。让司机送就好了呀，怎么你送货上瘾了？怎么说呢，那就多派几个人看着，安全点。你说话好怪哦，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？没有啊。算了，我们来玩这个吧。你这个安全系数高不高啊？跟我来。大学的时候不是教过你吗？才两年就忘了，真是的。好疼。你呀，同样两年没滑，嘚瑟什么？现在伤着了吧？行吧，那你在这等着，我去把车开过来。嗯，等会儿带你去医院看看。我马上回来，别乱动，等我啊。笨蛋，这么紧张。那么现在干点什么好呢？哦，哇，好可爱的小猫。Hello, 龙鳞 Kitty。嗯，抱歉，这位先生，我们好像不认识吧？我不介意向你介绍我自己。你好，我叫苏宁远。苏先生，您是有什么事吗？这个人虽然长得挺帅的，但给我的感觉很不舒服。美丽的小姐独自吹着冷风，我怎能视而不见呢？这样啊，那您继续在这等您要找的人吧，我先告辞了。小姐，你有点着急了，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呢。啊，这个不太方便哈，再见。小姐，你腿上有伤，就让我抱着你走吧。请你放我下来。我这也是为了小姐你好啊。好个屁啊，信不信我喊了。我相信你不会做这种有损颜面的事情，不是吗？救命啊。小姐，请你理智一点，而且现在是疫情期间，路上基本没有行人，就不要做无谓之事了。救命啊！怎么回事啊？是谁在喊救命啊？喂，是不是你想骚扰人家姑娘啊？要不要报警啊？真的假的，小伙子，长得帅也不能耍流氓啊！大家误会了，我只是想认识一下这位小姐。抱歉，抱歉。苏先生，您还真敢说，在公共场合莫名其妙的过来搭讪。是不是对自己特别自信啊？真抱歉，女生会更喜欢这种类型的，而不是你这样的。喂，抱我。我？哦哦。我们走。喂，你又招蜂惹蝶了。都怪你太慢了，去开个车跑了这么久。好好好，我的。江小姐，我们后会有期。一切 OK， 直播开始。近期我市爆发了特殊疾病疫情，
主要针对老年人，对经济和人民安全造成了巨大影响，急需特效药。众多企业挺身而出，为研制特效药贡献力量。恒远集团作为优秀企业中的领头羊，今日我们有幸采访到了恒远集团董事长周先生。大家好，欢迎你，周先生。放过我吧，求求你了，我真的什么都不会说的，真的，求求相信我，放了我吧。吵死了，我一定什么都不说，求你放过我吧。我送快递，有神好奖励。我想想办法，我不能死，我不能死，谁救救我。声音啊！天哪，快叫救护车！你别掐我呀！痛！哎呀，谁让你贪玩啊？活该吧！不严重，没事，回去静养三天就行了。好，谢谢医生。主任，刚刚送来一个重伤病人，需要立刻开始抢救，请您快去手术室。好的，我马上就到。病人心率急速降低，快点快点。啊，这不是之前我遇到的那个研究员吗？伤得这么重，莫非遇到了什么大事啊？怎么了？你认识他？就刚刚抢救床上那个女生？没有没有，只是有点眼熟。是吗？那个我还有点事，要不你先回。那我先走了，明早还要与阿诺匹斯的会。病人情况很不乐观啊，身体多处骨折，最要命的是头部受到重创，很可能成为植物人。唉，醒来的概率很低，做保守治疗吧。啊，系统，我需要了解事情的起因，帮我调出能夺取记忆的道具。好的，宿主。什么？5000？你怎么不去抢啊？上次那个记忆消除器不是才500吗？读取能和删除一样吗？不行，你肯定在坑我，你给我整个便宜点的。搜索到追忆卷轴。行，就这个吧。开！阿诺匹斯？一个人？还有苏？为什么只有这点信息啊？你不是要便宜点的吗？所以其实一般不推荐他的。哎呀，这么模糊的线索我也无从下手啊。一分钱一分货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有能救他的道具吗？温馨提示，宿主现有神券5500。神券可以再赚，但我不能对生命冷眼旁观，有什么就换吧。好的，宿主。人都解决了，一个死了，一个跳楼了，估计也差不多了。我那儿被条子查了，先来你这避避风头。条子那边我帮你解决。你说的差不多是差多少？6楼摔下去，基本摔成植物人，所以还活着，不是吗？我再重复一遍，我要的是这两个研究员从世界上彻彻底底的消失。知道了，我送快递，有神好奖励。你干什么？
你有没有听见奇怪的声音？你听错了吧？醒了，这里是医院，你很安全。你不是那天晚上闯进我们实验室的歹徒吗？小姑娘，冷静一点。什么歹徒啊？我是组织派来的秘密干部，谈判专家触发中。你是组织的人？是的，之前潜入你们公司调查罢了，其他的我也不好多透露了。我知道你隐藏了一些事，背后牵扯到你无法抗衡的黑暗势力。不过你不必害怕，只要你说清楚事情原委，我会保护你的生命安全。好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脑子有点乱。好，你冷静一下，我出去接个电话。江总，阿诺匹斯的 CEO 到了，会议马上要开始了。我知道了。奇怪，为什么不接电话？站住！胸前的工牌都不摘掉，你是谁？力气好大！小鬼，作死！可就别怪我了。就凭你！所以，如果我们阿诺匹斯能全资收购远江制药或大量入股，没想到阿诺匹斯派来的人，居然是这个人。这个人怎么看都觉得特别不舒服，啊，让人毛骨悚然。远江集团虽然现在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困难，不过令我佩服的是，在面对社会疫情与公司的危机和敌对公司的打压下，江小姐能壮士断腕，集中有限的资金将命运赌在远江制药上。正是因为江小姐这样的精神，我们阿诺匹斯公司决定向你们伸出援手。只要完成收购，我保证会无条件支持你们当前手中所有的项目。江小姐意下如何？我拒绝。江小姐，作为决策者，意气用事可是不好的。你看看你身边的人，都是你们远江集团的中高层，你连他们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，你在坚持什么？你说的是事实，但我不想与你合作。江小姐，现在除了我，还有谁会帮你呢？江倩，江倩在吗？我有急事。啊，这又是谁？苏宁，你怎么来了？苏宁，你干什么去了？也不接我电话，还有你的脖子和脸是怎么了？江总，我没事。喂，是我，任务失败，碰上硬茬子了，是个熟面孔，很像老爷之前提到的那个快递员。哦，知道了。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你给我来。哎，我还在开会呢。苏总，这没事，让江小姐再考虑一段时间吧。时间不早了，今天我们就先告辞了，还请告知江小姐，一周后再谈。我送快递，有神好奖励。够了啊，别跟我抬价，我们今天全市的安保公司都跑遍了，你以为我不懂行情？就说你开价最离谱。那这样，就按你刚刚说的价吧。行，一言为定。好了，明天安保公司会派人保护你跟江叔叔，我先回家拿几件衣服，今晚我先去你家保护你。苏宁，你眼里有我吗？谁让你帮我决定的？你什么都不告诉我，又整什么安保公司？是觉得我好欺负吗？生气了？这不是我不想告诉你，我也是为了你好。给我。啊，这里不能停车，你在车上等着，
我去给你拿衣服。他这到底是生气还是不生气啊？警告，江小姐的愤怒值已经拉满了，系统建议是宿主还是将部分计划告知比较好。我才不敢呢，他聪明着呢，你告诉他一点信息，他说不定连我的秘密都猜出来了。只是这次危机也涉及到了江小姐，宿主偏妻一时爽，追妻火葬场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没那个必要，我保护他就可以了，能出什么事啊？江倩，这里不能停车，你在车上等着，我去给你拿衣服。江倩，宿主，冷静一点，不能进去。您现在身体机能无法抵御这样的高温。宿主，哼，好炸，炸死他们！哎，对了，肖哥，要杀这人方法多的是，我们这样会不会太显眼了？倒是拿天然气爆炸当说辞，能行吗？放心吧，周总说了，查也是我们的人查，屁事没有。哼，一个送快递的也敢跟大爷我装，上次电话还敢暴露给我住址，臭小子。江倩，你在哪儿？回我话，江倩。江倩，我会找到你的。江倩，你在哪儿？苏宁，是你吗？我在厕所里，好难受。你再坚持一下，我马上救你出去。该死！苏宁，你那边出什么事了？没事，你放心吧。已兑换功能工兵铲。江倩，我马上就救你出来。警告！警告！宿主身体损伤到达临界值，请宿主立刻前往安全区。什么声音？不会吧！苏宁，你快走！江，你走啊！不知道为什么，看到炸弹即将爆炸的那一刻，我反而冷静了下来。我一直想破解内功体质，做个普通人。看来我很难平凡地度过一生了。系统，花费全部系统点，兑换真气觉醒。嘿嘿，太酷了！完事了，走。爷带你们潇洒去，潇个大气。苏宁，你我送快递，有神好奖励。幸好系统帮忙隔绝了火焰。宿主，尽快离开，您的点数可支撑不了多久了。苏宁，你抱紧我，我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再说。江倩，江倩，别这样！发生这种事情是我的问题，可以听我解释吗？宿主，我必须提醒您，请务必隐藏秘密，特别是不能暴露我的存在。我当然知道，但是现在不一定瞒得过去啊。解释？你以为你藏的秘密我猜不出来吗？难道系统是暴露了？自我认识你开始，你就一直躲着人群隐藏自己，再结合最近发生的事，又是制药又是暗杀，你其实不是普通人，对吧？不说不行了。你太聪明了，我是比一般人强了一点，还会一点法术之类的。我这也是没办法嘛，这种事透露一点出去，马上就传得满城皆知，真的不是故意瞒着你啊！我保证，以后不会再让你遇到危险了，下次再有事情，一定第一个告诉你。江倩，原谅我嘛，可以吗？我
不要你这种承诺，我要的不只是我，是我们两个都不要陷入这种危险了，你能保证吗？你听见没有？我保证，我会保护好你，也会保护好自己。你发誓？好，发誓发誓。好，那我原谅你最后一次。我。苏宁，苏宁，你怎么了？由于火灾，肉体超负荷，身体损伤到达临界值。宿主的魅功体质增强，单凭眼镜已经不能压制了，所以帮宿主兑换了一套效果与眼镜相同的服装。真麻烦。算了，我们走吧。啊，这么早，我们去哪儿？当然是报仇。现在一想，把那个江倩炸死有点可惜呀、啊。要不是因为那个送快递的，兴许我们还能玩得很愉快呢。肖哥，你们继续，我出去方便一下。臭小子，快去快回。啊？是你，肖哥，真是好兴致啊！接下来，让我们好好聊聊昨晚的事吧。是你？你居然没死？怎么可能？怎么，很意外吗？你装神弄鬼，给老子去死！怎么样，小哥，还要继续吗？快，快我啊！我什么都告诉你，求求你放我一马。可以啊，你把你背后的人供出来。是周家，是周宁远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指使的。少爷，我们到家了。王叔，好久不见。已经十多年未见啊。这么多年来，您自己一个人在国外打拼，辛苦了。欢迎回家，大少爷。我送快递，有神好讲义。你已经十多年没回家了吧？老爷，已经十二年了。大少爷独自在外闯荡，实属不易呀、啊。是啊，比留在我身边的这个强多了，连个远江集团都搞不定，丢我的脸。父亲，叙旧就免了吧，我们还是开始聊正事吧。急什么？我还是得夸奖你几句。你这次带回来的病毒，通过我们恒远食品公司的传播，已经造成市内20%的老人感染。我们国人重孝道，为了给自己的父母治病，为人子女不会吝啬手里的钱财，这些都是我们特效药最强的消费军。现在就等你们阿诺匹斯的特效药通过审批，成功上市后，我们周家就会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家族。林远，你做得很好。父亲，现在畅想这些还太早了，毕竟我们的药一直卡在审批端，无法上市。审批这件事，我回去再跟上面商量，他们无非就是想多分一杯羹。你想多了，父亲。这种大规模试用的药品，上面是不会让我们一个外国药企独自发售的，特别是在国内有公司马上就要研制出成品药的情况下，比如远江集团。你说什么？而且据可靠消息，远江集团的药很快就会通过审核，到那时市场就会是他们的了。混账，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我父亲给别人做了嫁衣裳。老爷，老爷息怒，您现在的身体不能随便动气了，控制控制情绪。滚。王叔说的对，
您先别着急生气，我这还有一个对策，就看您用不用呢。说。我这个箱子里放着的是最新研制的针对青少年的特制病毒。这病毒，父亲，你通过恒远旗下的食品公司将这些病毒投放，就像之前一样。你疯了吗？对青少年下毒？大少爷，不可以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啊！上面不是不让我们的药过审吗？好啊，那我们就增加感染人群，让社会彻底乱起来，到时他们就不得不从了。每多一个病人，多毁掉一个家庭，就能让父亲您多赚一份钱，这不是您最喜欢的事吗？我亲爱的父亲大人。你说他真名其实叫钟凌远，你这哪儿找的资料？特殊渠道弄的。原来他是周元的大哥。16岁后资料加密。钟凌远16岁后的资料属于一级加密文件，阅读需要支付10000神券。为什么这么贵啊？宿主，与道具相同，越重要的资料往往越贵。爸爸的病，疫情，周家与钟凌远，阿诺匹斯对我们的收购案，我明白了，是这个套路。什么？你说说看。很简单，就是要企图制造病毒再卖解药的套路。这套路在漂亮国那边常有发生，只是没想到钟凌远敢在国内玩这套。国内对医疗的管控一直非常严，同时对国外药企有着很严格的审核流程，所以阿诺匹斯才急着收购你们，既能绕过审核，也能解决竞争对手。娇倩，在家吗？我有个好消息，关于特效药研究。你怎么会在江倩家？关你啥事啊？我这几天都在。这么说，你们没有？你别胡说啊，苏宁，女人谈话你别听。喂喂喂，她说的话，你跟我干嘛？对了，你上次打赌输了，不是欠我一个惩罚吗？啊？我要你帮我做一件很重要的事。哟，说吧，什么事儿啊？带孩子。大哥哥，又是你。啊！现在闹疫情，你还到处乱跑。这是姐姐交给我的任务。哎，你姐姐也不怕你感染？不会的，我可厉害了。啊，算了，不如想想怎么对付周家。毕竟解决了危机才能完成任务。宿主，钟子英他。啊，又怎么了？啊，小不点，你怎么了？我送快递。有神好讲义。小不点，你别睡。医生，医生，快来啊。先生，我们这里是私人医院，想要治疗得先付费。钱不是问题，赶紧救人。你把孩子给他，跟我过去缴费，往这边蹭。医生，求你救救我家孩子。医生，医生，我们给你跪下了，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吧，求你了。医生，我们一定会凑够钱的，您先行行好，先帮我家孩子治一下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这几天很多小孩都突然得了怪病，公立医院收不下，就跑我们这儿来了。你看清楚了，这里可是市内最好的私人医院，费用不是你们能付得起的。医生，我们知道，但是现在只有你们医院还有床位，而且我们农民是不会占医院便宜的，求求你了。不占便宜，那就把钱拿出来，有钱我们就治，没钱就滚。哼，医生，真的没得商量了吗？我的儿子才4岁啊。你们死了这条心，我帮他们给。我看你就是人傻钱都没地儿花，傻子吧。你们起来吧，孩子的医药费我帮你们给，不用还。真的吗？10万的医药费说给就给，这种好事怎么不落在我们头上？好心人，既然你这么有钱，也帮帮我们吧。我们家里为了给孩子治病已经揭不开锅了。是啊，
我家的孩子今天又咳了好多血，我们把房子都卖了，好心人帮帮我家吧。我帮他们是富豪，您这么有钱也帮帮我们。宿主，这些人就是在道德绑架，你别理他们。好心人，你快帮帮我，不然我们家快过不下去了。是啊，我家的独苗要是没了，我就不活了。安静。我知道了，在场所有人医药费我全包了。人宿主，你没那么多钱啊。给我把神卷全部兑换成现金。太谢谢你了，太感谢你了，大人大人，人啊，人啊，太感谢你了。宿主，联系钟商让他来医院，顺便把周家的地址给我。请宿主先冷静，就算是周家干的，法律会惩罚他们，正义是不会缺席的。我们先搜集证据再。不，到那时就迟了。我有父母妹妹，有重要的人，我不想他们变成下一个病人。对我来说，迟到了就不是正义。既然所谓的正义注定会迟到，那就由我来代劳吧。啊，你听说最近的疫情没有？听说了，好吓人。现在巡逻时间，别多嘴。死再多也只是屁民的命罢了，谁在乎啊。昨天感染了多少？电视上报道已经200人感染，60人死亡。怎么才这点人？明天叫人去集市、超市、学校走一趟，我要立刻见到效果，让市长亲自来向我求药。怎么想做药神啊？什么人？我是来讨债的。你是苏宁？安保呢？怎么放人进来的？安保？哦，你说那帮废物啊，现在可是睡得正香呢。老爷，你快躲起来，这里交给我就好。尽快解决，不要闹出太大动静。我来这只办两件事，一是拿到特效药样本，二是将你们绳之以法。一把小手枪，这就是你的倚仗吗？果然都不是一般人。系统，我要兑换更多的武器。成功兑换武器，宿主赊账2000点神券。小手枪，那你再试试这个。启动。还有这个。什么？我还挺好奇的，你是从哪儿掏出来的武器？这是金刚不坏，这是异能还是武功，或者是修仙者？你咋没提过？这个宿主，我们晚些再说吧。老爷，我跟他换个地方。碎了。小子，这就是你的葬身之处。宿主，你没事吧？看来想轻松解决是不可能了。快递，有神好奖励。这气息是，看起来好像是修真者。速战速决，真气掌。系统解决了吗？让我看看，检测到生命反应。
这么基础的招式都能有如此威力，没办法，看来只能用绝招了。神通术！快！神通术，还有这玩意儿？系统，快给我兑换更厉害的招式。宿主放心，已为您准备好方案。战斗呢？你能不能正经点啊？这招式，小子，我这神通术自从我下山以来就再也没用过，今天被你逼出来，足以让你自豪了。多谢夸奖。我这也有一招，还请前辈您赐教。乱箭诀，这是修仙秘法。去！登记的，你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估计国家异能机关的人马上就到了。宿主，检测到有危险，正急速接近中。从强度分析，来者很强，请宿主立刻撤离。赶紧找一下能逃离的法术。正在筛选。你这技能库真有意思啊！兑换土遁。怎么回事？上头不是说还没到对周家出手的时候吗？是境外组织还是国内的大家族？他们想干嘛？这么强大的人完全没有情报。呼叫毕宿，情况有变，立即收网，包围阿诺匹斯实验室，不允许放走任何一人。还有多少？都收拾好了，所有在 X 市收集到的岩谷人基因样本都整理好了。既然收拾好了，那现在就撤退吧。怎么了？刚刚收到消息，那帮家伙提前收网，周家已经被端了。是谁干的？异能科那些家伙？大概吧，看实力应该是二科的。这样啊，那走吧。哇，这么果断，好歹也是血浓于水的家人啊。借用恒远集团投放病毒，为我们收集数据做掩护，就是本人提出的计划。我倒没什么所谓的，从我十年前加入组织那刻起，家庭血缘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只有组织与我们的理想。那你这是干什么？这些特效药对组织而言没有价值，留着说不定上面会对周家轻判。你好矛盾啊。走吧。再有一段距离我们就能离开 X 市，到时候组织就会派人来接应。这呼叫，这里是 B 组，已拦截目标，请求支援。现在怎么办？放心，没事儿，给我一分钟。快递，有神豪奖励。我记得那个位置是周家府邸。苏宁，是你干的吗？你不要出事啊。
这是什么牛马创造的土遁啊，不带氧气功能啊，我要憋死了。马上到地面了，宿主加油加油。苏宁，宿主，我下次绝对给您选个靠谱的神童。苏宁，你去哪儿了？怎么从这里钻出来了？我去周家找特效药跟病毒样本，但没找到。原来周家那边的动静真是你弄出来的。你不是跟钟沙去医院了吗？本来是要去看他妹妹的，但我听到周家那边有动静，为了安全就先回家了。嗯，真乖真乖。你是在哄小孩吗？不顾钟沙人呢？他接到一个电话后突然就跑了，也没说干嘛去了。一分钟，口气不小啊。保持警惕，别分心，我们没有他的资料，说明他的能力强到能逃出我们的监控。真聪明，作为奖励我赏你们一招火灵化蛇。来不及了，神通术铁玉。小王，混蛋，神通术烈风掌。嘿，火灵吞精血燃烧吧，大神通术水龙卷。队长，你没事吧？还不错，还挺拼命的嘛。既然如此，我饶你们一命。拜拜，走了。站住！我知道你是谁，世界十大杀手排行第三的炎狐。这一次，你别想活着离开。队长。我们一起上，就是死也要拖到增援赶来。算了算了，凭你们还拖不住我。再说了，你们的任务不应该是解决疫情吗？特效药和病毒样本就在实验室里，快去拿吧。今天我心情好，不杀你们。想抓我还是让你们异能医科的队长来吧。又到了艳阳高照的季节，近半个月来，随着特效药的研制成功，笼罩在人民头上的那片阴霾疫情终于被消灭。抗疫的胜利离不开全体人民的努力，也离不开我们国内药企的砥砺前行。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远江制药的负责人，让他来聊聊远江制药的抗疫经历。恭喜宿主完成挑战。唉，好丑啊。第一批病人出院，代表着宿主解决 X 市危机的任务正式完成，这都是宿主的功劳哦。唉，说句实话，我不觉得我干了什么。人家可是实话实说。毕竟我并没有取到特效药与病毒样本。提到这个，我现在想还是觉得奇怪。我解决周家后没过几天，钟沙就造出了新的特效药，并且审批一路绿灯，很快就上市了。还有他妹妹病好的比第一批出院的病人还早，不像是得了病的样子。可是宿主，你就不好奇这次任务的奖励吗？哦，对哦，把这忘了，你快说。好嘞，恭喜宿主得到神卷20000，系统点20000。考虑到宿主之前的家被炸了，再多赠送汤臣二品顶层套房一套，现金1亿，海南豪华酒店一座，都是永久的哦。哇哦，这个可以有，并且完成了特殊任务，宿主解锁新功能，那就是功法修炼系统。之后宿主可以在系统商城内挑选你喜欢的功法进行修炼。怎么是这种反应？不该是很兴奋吗？我只想解决我的魅功体质，没别的事，我继续送快递做任务去了。有的有的。刚刚接到特殊快递任务，南海市，这么远啊，还要我亲自送达？虽然麻烦了点，不过完成任务后报酬会很高哦。那还等什么？走。